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东哥，放飞东哥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但是是学校的 Open Day， 学校有一点活动吧，我们过来看一下，玩一下，找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据说今天还有许多大学来到学校进行摆摊，来做一些宣传，为那些高年级的孩子。好了，这边好热闹啊！楼上体育馆里面应该就是那个大学展，然后下面就是摆着各种各样的摊位。我们先过去看一眼，感觉人还真的不少。像家长和学生也可以在这边提前申请摊位，然后卖自己做的食物啊，或者是自己那些做的手工艺品都可以。哦，这边还有学校摆的摊位，这个是实验室，搭的是科学实验展 STEM。各种各样小的实验给孩子展示，这边也是。这个还有生物，心脏、肺。这边应该化学。商业学习，这边就开始各种吃的、饮料、小吃，都是学生摆的摊。Hello， 靠江凤爪，就是啊。哦，我现在就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尝尝。哦，谢谢。挺好的，还有点辣。东西还挺包罗万象的，哇，辣条，哇，纯手工辣条，再看上去就牛啊。中华小吃冰粉。好烦。这鸡翅味道挺好的，稍微有点辣，但卤着挺入味的。自个儿在做吗？好，这边是美术课的摊位。这个是环球视野，就是上一些孩子，让孩子讨论一些话题吧，各种各样的话题。
这边一个就是数学的。英语。这是啥呀？计算机吗？好像是，这是他们计算机老师。哦，这边就是中文。在学校上的中文课的教材，人教版。我想着明年也给孩子上中文课。有一些传统的游戏，这个是什么跳竹竿，还有那种投壶。我老婆在给艾斯姐挑书。这些书都是学校图书馆的书，应该是，然后现在可能旧了吧，或者淘汰了。现在拿出来，二手，一本是100泰铢一本，20人民币，还是蛮划算的吧，13美金。在这边书还是很贵的，然后我们还想给他买一本中文书。这个还是，这个也蛮好的。剑桥，它这个是封那个词练习的，它练习。再买本这个中文书吧，回去自个儿教。这两个小家伙在班主任的摊位上，是扔飞镖吗？对。还有是不是扔那个球啊？大人能不能玩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2楼体育馆，大学和实习会。这里是各种各样大学的摊位，蒙特福德大学。远东大学，哦，都是一些好像泰国本土的大学。
这什么大学？英国的，但好像也不是很有名。这些是一些大学申请的机构吧，中代理机构。这是是不是新西兰的大学申请代理机构啊？夜间动物园怎么也在这摆摊啊？夜间动物园的摊位，哦，有点搞笑。这是曼谷的语言学校，这都啥呀？反正这次的大学摊位不行。这个什么都西塔尼学院，感觉有点烹饪学校，蓝翔吗？泰国蓝翔。拔河，家长对孩子。你们就只有四个人。一个去吧。这是一只送命局啊，送命局啊！哎呀，家长不行了。你看。家长赢了也丢脸，输了也丢脸，对吧？赢了赢小孩，输了小孩都赢不过。好，家长加人了啊！ Ready? Do we have more parents?